来看看我们队怎么拉筋。好吧。耶！来看看我们队怎么拉筋。谁有好包？耶！学弟吧，静，我打电话给犬哥一下。几点了？喂，敖犬，几点了？我们集合时间几点？敖犬，哎，犬哥，那个你在哪里？停车场那个目的地，它附近有一个那个地下停车场，你去找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在那边等你哦。好 ，OK， 犬哥，拜拜。耶！队长 ，Let's go baby！ 队长，老邱，老邱，很有活力、啊。不好意思，全哥，500块，谢谢。这么严格吗？我们一分钟500块。波哥应该不会这么严格啊。500。怎么没有？就是有钱的。哇！会抓卡。